玩个五张捡破烂的第二十天，经过五天的思考，我决定还是自己弄一套房子。徐佑说他的房子挺好看的，咱们来参观一下。哎呦，这房子呢好像有点不一样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这个垫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个是佛堂吗？你别笑。这徐佑的房子还不错啊，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一个人住的话，华仔感觉大小也差不多啊，刚刚好。这边还有个镜子，镜子还能照啊。在家摆个镜子还是不错的啊，毕竟像我这样的美男子，每天不照几个小时的镜子，都对不起我这旷世的容颜。买房子，咱们必须买紫气东来，花280万买一套紫气东来的民宅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的房子年久失修，搬之后将会倒塌。这可是我花了55万买的福祉临门啊，怎么可以说倒就倒呢？放心，我不是喜新厌旧的人，绝对不会让你倒的。现在耐久60，咱们只要大修一下就可以了。你妹的，怎么没有大修啊？完犊子了，每天加10点，每天要扣耐久，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，我等不了了，还是让你倒吧。房屋耐久低于90，强行搬离后此房屋将消失，无法恢复，我确认强行搬离。追求成功的路上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啊，我的房子倒塌了。花300万买一个浓情蜜意家园，这个地板比其他地板都便宜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再花15万买一个宅地扩建图，现在的房子只要花钱就可以升级到华仔豪宅，这边升级到华仔需要花费100万，然后施工的话还需要等。咱们作为无级别大爷（括号小光），等是不可能等的，直接花费150万快速完成工期。150万呀，兄弟们，都可以买5罐快乐水了，就这么轻轻一点就没了，你们敢想吗？哎呦我去，华仔有点样子，有点样子，还不错。里面大小也刚刚好，特别适合我这个单身贵族。再铺上咱们花了300万购买的浓情蜜意地板，哎呦我去，这颜值挠的一下就上来了。这地板看起来特别柔软，让人感觉看到了特别想在上面打滚。感觉别的家具也不用放吧，就这样啊，感觉特别适合我跟超级泡泡住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再看看外面，作为一个单身帅哥，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咱们的房子还少个围墙，少一个门。我去，这188万也太贵了吧，真拿我当冤大头了。还是这个卖家良心啊，才140万，咱们直接买了，顺便把门也买了。这边还有个金丝楠木，金丝楠木太老气啊，咱们不要。OK， 把咱们的围墙修一修，再给咱们的房子装一个大门。哎，不错，兄弟们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。就这小院子，哎呦我去，这舒适度，挠的一下又上来了。现在的话就缺一个镜子了。琉璃飞天镜在长安城琵琶湖记中用五色沙兑换，消耗50个五色沙。西域宝藏啊就会出五色沙，咱们先做一个西域宝藏副本。这个副本还是比较简单的，随便过。哎，沙丸给了五色沙。你妹的，才给一个，这么小气。咱们换镜子的话需要50个，只能向别的玩家买了。2万一个卖的还比较多的，咱们买50个就行了。OK， 已经凑齐50个了，咱们换一个流沙飞天镜。哎呦，还有成就拿，不错。位置的话，我们也放角落吧，就这位置啊，挺不错的。OK， 这样的话，咱们的房子啊也弄好了，每天可以照镜子啊，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。满分100分，我给自己打88.88分。再花200万买一个炼兽龙，今天咱们要去杀咱们的75级剧情含冤的小白龙，以防杀不过，把咱们的超级炮升到85级。OK， 咱们超级炮已经85级了，再打个伤害符啊，咱们就可以杀剧情去了。109够用。阿里神把他最宝贵的玄天铁鞭给丢了，咱们帮他去找一下。咱们现在杀剧情已经有心得了，去之前先买一个高级宠物口粮。再找毛利章啊，把铁鞭换回来。把玄天铁鞭啊给大力神之后啊，咱们就可以去杀小白龙了。咱们现在带的是普渡终身套啊，所以的话开场艳遇就可以了。我自认为咱们武装抗性还可以啊，不知道对面小怪能打我多少。19点1点1点，这你给你个挠痒痒，给我飞，简单 easy。就想问那些说我龙神都杀不过的人慌不慌？感觉杀到100级的剧情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毕竟像咱们的全能武装冠并非浪得虚名。
OK 啊，咱们要杀最难的 BOSS 啊，九头精怪，这魔王清兵也是比较厉害的。咱们的话先点个灯，不要让 BOSS 了。目前的话，我没有吃过一个药，没有去过一趟酒店啊，基本上都是永动机，武装是真的省钱。我记得大唐的话，咱们杀牛王清兵还比较吃力的，武装怪杀起来怎么感觉没什么压力啊，满血。我大唐杀这个好像也是满符的，武装怪的话只打一张伤害符。所以说装备差距的话应该不会很大，但是武装怪确实简单啊，那可能跟这个辅助众套啊有点关系，有点关系。九回合的辅助众生能加个4000多的血呢，对吧？相当于血量翻倍。武装唯一的缺点就是用技能需要蓝，不过也可以通过点灯回蓝。咱们玩了快一个月武装怪了，玩下就是感觉武装真的很强，不是说他输出高、封印准或者奶量足啊，他的这种全能性啊是真的其他门派比拟不了的。给哥进去，漂亮，哼，神风无量，你妹的搞偷袭，这都不绿啊！这把的话，咱们只能靠自己了。看我焰云剑法戳死他，勾魂无所谓，我一个焰云剑法1300，伤害还可以啊，狂得住啊！再来个烟鱼，瞬间满血，给哥飞，漂亮，感觉连宝宝都不用带啊，咱们一个人就可以杀。哎呀，武装怪真的强，没压力，没压力，真的没压力。来一口三花聚顶啊，咱们继续杀。真的简单，满血杀，毫无压力。总体来说啊，武装就太劝人了，可能是我名次才4级的缘故啊，感觉得买个专属项链。OK， 最后个 boss 咱们也杀完了。打开藏宝阁啊，看有没有普渡众生的专注项链啊。哎，还真有两条啊，一条300，一条56啊。56这么便宜吗？那咱们就直接买了吧，正好便宜啊，就是灵力有点低。咱们直接买了。取出来。OK 啊，咱们的专注普渡众生项链也有了，这次的话真的可以成为永动机了。Nice。再把碧血青龙啊交给小白龙。这样的话咱们的寒渊小白龙剧情也杀完了，刚好给了个宝石啊，看什么宝石。你妹的又是神秘石，这个号杀剧情啊给的东西真的不太给力。好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3连和免费小花，明天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升到80级了，那么我们明天见。